哇，这场高手很多哦，你看两个青铜。不不不！不不不！你叫我好叫做一剑挑动。哎，女儿，我很壮，对吧？不不不！450可以吧？我讲过了，他在我心中的价值，一支113.75，你算一下，113.75乘以4，是不是小赚？没有，那一天真是四元了。但是后来经过我的专业的分析，我整整分析了一整个晚上，我认为它的价值还是一样，只有落在113.75。它那个价值过热，你知道吗？117.75的话，那个过热。不是吧？250想要买个东西也不给买吗？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爱戴，谢谢。看来这场我要赢了，我有四只牛，加上两颗白球，哦，我真的想不到要怎么输欸。哎，我们刚刚不是有统计那个用什么模拟器跟手机玩的那个，后来统计结果是怎样？皮卡丘。QQ。QQ。鬼子只能 EMP 两次而已哦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秒虐。然后罗特控，感谢。猫波浪符，猫波浪符，猫波浪符。我靠，干嘛？我们牛肉干。牛肉干。你完蛋了，准备出发。压倒性。嘣嘣嘣！我靠，他叫他打不赢的。腰那条都挡不住。我很壮。我们需要目标。但你那个队伍那么强，你不敢跟我打。哎，牛肉干，怎么了？哎，别下酒，压倒性。好叫做丁，叫我海军陆战队赢了。怎么输啊？这组合太强了吧！3、2、1，开始。安宁护，一直梦这条罪，有什么指望？哎，有什么指望？完蛋了，准备出发！快跑！你打给我的是牛，我很壮，对吧？他叫做丁谷，塔克丁谷，赢了！塔克丁谷，3、2、1，开始！这一关是怎样？这场怎么大家都牛鬼蛇神啊？梦，他叫做一只牛。哎，牛肉干，怎么了？你
挡住我的是牛魔王，我很壮，对吧？我操嘞！我主打，他叫做丁谷，他和丁谷。塔克丁古，你不是我稳赢的，干你就稳赢就对了。哇，导魔炎霸气发言。哦，感觉这投票没啥意义的感觉。17个，有需要这么多吗？有这么多个，17个，哇，靠机，靠机，感谢订阅。我们有需要17个这位置那么多？这个巨象棋没啥用。哦，赖群主17个，哦哦，他们全部都要加吗？他们全部都要加吗？真的假的？OK OK， 你大概踢了哪些人啊？你有印象吗？塔克丁古，看起来一点就是比你弱项菜鸡，看我们公会里面哪一个是他比你强的，北西哦，那不就全踢了吗？哎，对，别把 Mark 踢哦。一，开始。战场，请下令。干，我来报仇了！妈的，刚刚谁欺负我？啊？没看过坏人是吧？一定会夺回艾尔。我们要往执行官以荣战场。请下令。你为什么要把泽泽踢掉？泽泽不好吗？高难度脚本原本不是就有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吗？还是那个版本有在新的、啊？
四个月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不是本来就有一个是一个人的脚本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去艾伦就变菜鸡了，不会，你再给我。你们是找我多久啊？找我三个礼拜吗？还两个礼拜啊？你们是找我多久玩？哇，他两胜哎，太会了吧！三周的，干怎么变成奇怪的 ID 啊？要素艾比，台湾国语是不是？哇，这太难了吧！全裸上阵，这不就是你们要的游戏吗？游戏体验。氪金，我像是会 花钱玩游戏的人吗？太失礼了，你们太失礼了。斯里夫人，还有六次，一二三四五，我应该可以再抽到一个到两个。哇，我只剩一个机会了。哎呀，我在打那个共斗，没办法给你副队长。等一下，快好了，再给我两分钟。三、二、四大天王，看到没？哎，看来你是没有被四大天王虐过，干！赢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靠！哇，你也是精英训练中心哎。
那你是要射不射啊？赢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要完蛋了，这招要怎么赢？不要，大哥，不要，不要！我以为他会爬过来，结果他居然是跳蛋。干 ，TIP 零七都跟我想的一样啊！你警台哥哎，没想到。四大天王居然因为跳蛋而灭团了。我靠，干嘛？抬架成功。哎，那个艾伦，我给你那个副队长了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环岛，然后到了台南的时候，那个 TIP 零七还有过来，在黑暗中，那时候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然后 TIP 零七在夜晚当中完全看不到他的脸，他跟那个夜色融为一体了。我想说什么？他就像是那个复制球，对不对？复制了白球以后的样子。皮卡丘。哦，阿婷，婷婷，我们。下个月三十号是那个七周年纪念，我们会抽奖。有啊，我抽新奖啊。来吧，该我表演了吧，让你们知道橄榄虫的力量。你们都太小看橄榄虫了，那是因为你们没有遇到会用的人。二一，靠腰，两只雷兽怎么玩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
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放心，未来的工会战我一定会凯瑞你们的，好不好？那一只不能丢感染人类，它只能真菌真身跟那个心灵控制，它只有这两个而已。神经寄生跟那个真菌真身只有这两个。当然要冲前一百啊！哎，不过这个。工会只能三十人，真的是有点太少了。哇！你当他是雷诺的两百块，克六管充等，有，厉害，我们就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，啧啧。你要靠塞大礼包干嘛？那超烂的、欸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他又不肯赢哦，老魏数学不好哎、欸，他又不可能抢到，赢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
们的移动是看不见的，我会帮你，但是先这样。我们我是虚狂，本是我的命。赢了。都闭眼，我从来不闭眼人的。我刚才叫做操作失误啊！看这白球没这么强啊，四百有啦。若是他的话，我觉得有400价值，这要看人用的。我们白手伸张正义。战队哦。人事相关，请找那个艾伦，好不好？艾伦是我们的人事，那个他是我们的教育处的教育部的，不是教育部，他是我们的教育处的，那叫什么？训导处是吧？反正他是我们的人事部部长，好不好？这个废物战犬居然要350，更多的死神，更多的引刀。人事主管，没错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敢。
赢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指挥网宣战。指挥。赢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猎物躲在哪？我感应赢了。被可汗阿翔提督镇守府不就阿翔翔吗？战犬是虫族之心移除了。炸雷别抽了啦，我也是直接开始，根本没有刷手抽、喔、小孩子才刷手抽，直接来好不好？你跟你朋友说是男人就直接开始，刷什么手抽？我杀才发现一件事情，被人家骂什么？你他妈闭嘴！你是欧洲人哦，那心情感觉其实不会不舒服哎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说我的手游就只有《率土之滨》，他妈很飞。其他我其他手游目前为止都还蛮好的。我就不知道我的率土到底在非洲什么。这最好是好消息。三、二、我们意志坚定，开始。不，我们有你的死，我的指令是为黑暗。我就不知道我这要怎么输了。已经一世。
赢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哇，右边这开瑞好像很猛。三，我们意志坚定，一，开始。但是我还是老话一句，我这个到底要怎么输？我的泰瑞也一样。再一次，为我们，我们意志坚定，为你献上我。七，赢了。胜利。